天是几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气来嘞》。我是综艺圈阿 Q 妹，今本日啦阿 Q 妹爱请大家来看舞台剧了。冇唔错，今本日爱同大家来分享有关客家舞卡嘅一个舞台剧，韩国亚普舞台剧嘅时候，青南地嘅系嘅系全部用海陆强来讲解舞台剧啊、哦，好难念哦。住了，过着节目地图节目页啊，第一台先来邀请到导演同编剧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来分享亚普舞台剧《水里》的导演孙伟珍，分享导演。大家好，我是孙伟珍，是《水里》的导演，很开心今天来到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好，分享导演来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是亚普戏亚普舞台剧的编剧，佮系讲海陆强的分钟，分享。大家好。我是陈本荣，我是新竹信步改客家音。哦，客位讲到七栋好哦，很多较好啦，还有很多较好，尽量讲，尽量讲。应该都讲吸烟，爱种开了都有一些些的卡卡的。啊，唔讲我一开始有谈讲，桃园其实咪系一般的客家音，你是一般的客家人，对不对？爸爸系哪里的客家人？苗栗那边的。哦，那是我的同乡。太好了。对。啊，唔讲你系爸爸系苗栗头份，但应该是讲四。但是你这次来导的这部戏是全海陆的一部舞台剧，对不对？是的，很有趣，应该过程有很多很困难的事情。嗯、然后分钟就是信步的乡音嘛。啊，上一次其实没有参加过呀，客家的舞台剧的编剧，就是黑讲客家有看客家天师的发，我们的啊哦志康驻村小队，最后有一部舞台剧，很多天公，这次舞台剧就是庆用黑。粉友来编下你来编剧编剧的从毛，所以那时候算是一个接到一个很突然的任务，然后我来编一铺客家的舞台剧，动临时，很临时，差不多一个半夜所以写出来，一切很赶很赶。对，韩国你还会去了解这片斯坦的故事，然后再佮编出一个舞台剧。我去改编，大概差不多五六日。哦，你有去，真的你也有去驻村，真的去住，住了好几天，也有去驻村去感受，住在山上很远的地方。哇，因为要帮别人就是量身打造别的故事、别的家乡，量身打造一个客家的舞台剧，唔免按简单。啊，不过也摆又再佮有机会再写一部客家的舞台剧。你有没有亚普舞台剧《水里的诞生》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天公嘅机会，那就是数十个客家音乐戏剧中心嘅人，佢就是第一就系一家栋年轻的团队，剧场团队，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做该一展平台。然后就跟我们谈想要做什么东西，对，所以就想还有后续的合作就对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在想有什么东西是我想要讲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延伸到后面的这个作品。故说亚个作品咩黑，所以黑 video 要再接吧，再个重新想个一个剧本，重新再想一个剧本。但这个剧本叫做《水里》，所以水里有一个嘛该脑，来编剧同大家讲一下，所以水里就一定要个狗子啊，一个嘛该脑。主线其实应该就是走该，原本是想要做樱桃园。哦，樱桃园嘿嘛个动戏，俄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剧作家，就是戏剧系都会认识的契诃夫的，他的经典的名著之一。然后原本想要做的是经典的改编，因为确实也没有人用哈嘎法去做那样子的改编。对，然后可是后来就想想，好像也不用把自己给限制住，所以就想说那能够怎么样去延伸？但当初会选樱桃园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樱桃园里面在讲的是一个俄国的一个很大的庄园，然后那庄里面全部住的都是家人，
然后他们在讨论的是有一块地要被卖掉了，那个樱桃园被卖掉了。然后我觉得跟我们家信步那边其实很像，因为我们家就住在一个小小的算是一个山区里面，然后全部都是亲戚。对，就对门就是阿金，然后叫谁，然后说供，然后所以你不能做坏事的地方这样。然后那里其实就跟樱桃园的状态很像，然后我们家刚好也有一座水梨园。哦，信步没有水梨，嘿，高阶梨。哦，也有高阶梨，所以你们家也有水梨，就刚刚好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对，然后刚好我们家水梨现在也是类似荒废的状态，因为它之前土石流，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再种了，就在种一些艾鱼。然后那个荒废的土地感让我们觉得跟樱桃园的那个状态有点接近，然后就想要取他们的架构往下去延伸，我们在讨论这块地到底要留还是不要留的这件事情。古所也系同东东富卡年有相关，滴个讨论也得中水里个也得构演，算得爱留也系某一留安永个一类，算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对。但是我想要问一下偷演，就像这样子的一部戏剧，借由水里果园再讲一个家人的故事，你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理念给观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戏剧。其实我觉得每次在跟洪洋合作的时候，他的剧本都让人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而且很细腻。对，他在人物的自己的个性的刻画，还有角色跟角色的关系，就是每次都会在排练场的时候跟演员有很多要再去寻找、再去讨论，然后去从中发现，哇，原来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感觉很有趣哎，感觉一直挖掘，或者是透过大家的表演跟创意去拼凑。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洪洋的剧本对我来说很特别的地方。然后因为这次这个水梨，就像刚洪洋提到的，其实它是一整个家人的故事。那家人跟家人之间那个关系的紧密度，其实是当我进了排练场之后非常非常深刻体会到的。就是之前我跟洪洋合作的其他的剧本，可能有是好朋友的啊，是伴侣的啊，这是第一次是家人的关系。然后就发现，哇，家人其实是一个非常牵一发动全身的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更会觉得想传达给观众什么这件事情，反过来变成是我更期待观众进来他看到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家，每个人也都有家人，那到底每个人的家跟家人对我们的意义来说是什么，我们现在跟他们的关系跟状态又是什么。我很期待是他们进来之后，透过这八个演员，然后这一个中家，这个大家庭，会让他们我同性真的相中会让他们被勾起什么样关于自己跟家人之间的情感的回忆。哦，好有趣哦。所以生了也得水里的故演啊，其二流也是某一流运用版中的下一类故事呢。我们请这个粉蓉再跟同台搞的分享一下这一部戏的剧情大纲，大概在讲什么，它可能会发生哪一些冲突的点呢？一开始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架构也是跟樱桃园有点像，是一个樱桃园的开始，是一个离开家里一阵子的姐姐，然后回来了，所以她开场是一个非常大的，算是迎接她的场景。然后我们就取了这个东西，然后变成是一个去美国住了很久，在那边生活的一个，算是以小孩的辈分来讲，就是姑姑。然后她回到了家乡来讨论水梨园要留还是不要留。对。然后因为她的小儿子其实也跟樱桃园里面的那个弟弟有点类似。然后她就是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撑起这座家，因为他们的大哥过世了，所以水梨园没有人照顾。然后姐姐回来是说，你们不能把这块地卖掉，因为地代表的是家庭的感情的连结。可是弟弟是真的觉得他不卖掉的话，他生活过不下去。所以他们里面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争论。但我觉得这个剧本最特别的是，其实我们同样也参考了樱桃园原本的结构，是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在过生活。对，因为其实我们写也可以是从头到尾都是在讨论，它一直在辩证。可是我觉得我这一次想要用客语写作，很大一部分也是我想要记录一下我们家那里的生活的方式。所以里面有很多桥段是亲客家中，亲生活的也要吞落到地度，希望大家做的落到客从地度。我觉得剧场它会有一个很独特的魔力，因为你就坐在乡书，在那个当下。那个时候，剧场演员大家一起共同创作，
给你的表现，而且有可能嘿，你看今天场跟明天场，你或许获得的东西不一样，因为你的观众可能没穷腰，然后你舞台上的演员可能心情状态也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舞台非常有魔力的地方。嘿，讲周德老哈嘎总给日常生活搬到舞台上面，在舞台来演出，我觉得这个是蛮趣味的一个方式。故事我同观众朋友来好好分享这个演出的时间，我们请偷眼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演出的时间。好，我们演出的时间是10月31号到11月2号，然后场次分别是10月31、11月1号、11月2号，都是晚上7点半的场次。11月2号另外有一个下午2点半的场次。哇，所以连续三夜都有安舞台有7点半的场次，然后礼拜六跟下午台还增加了一个6点半的场次。故事我希望大家赶紧去买票，买票在哪里买呢？在 OpenTix 上面，然后搜寻水梨就可以找到我们。水梨就是那个购字水梨哦，打水梨就做得起没的。我也买亚铺舞台卡给子欣啊，其实亚铺舞台卡还有等等内容，包含目前呐、幕后做的内同大家分享。韩哥啊，等下下一团韩哥有一个神秘嘉宾吧，大家都非常非常舒适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又真的福气了嘞！我是综艺圈阿 Q 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同亚客家有相关的舞台剧，叫做《水梨》，到亚10月31号到12月2号都有演出咯。大家加加上啊 ，OpenTix 来买票。韩哥啊，刚刚节目前面又同大家来讲到，哎，接下来会有一个大家亲熟识的这个神秘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上来是欢迎我们掌声欢迎我的吉娜。欢迎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吉娜，全部好，欢迎，我又来了。哎，真运动，只要看到吉娜，你福气来的蛋糕，对，波头一下，唔但像当年大擂台看得到，连福气来就看得到，没办法，因为你当年大擂台收视率太高了。哦，真的吗？我只好常常邀请你来福气来的瞅瞅啊。是什么大家？哦，相信天视一条前的观众朋友对啊吉娜非常非常的熟悉。故事后就会因为吉娜亚拜没有演出亚水梨亚出舞台剧哦，很多生来其实做嘛个角色哦，先留等，等下再个同大家来分享。先来唱亚分享，同大家来讲一下，其实亚部舞台剧有讲到都系海陆强，海陆强来讲解舞台剧。那亚条演员啊，亚条都系讲海陆强的，还是讲有欺骗来好一下。其实有动身起的一件事情是嘿，当初我们其实有，我们有邀请一个讲四线的老师，算是纯根老师，对他，我们邀请他一起来参与，对，然后可是后来因为他时间也比较难，就是对，因为对，因为他要顾小孩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当初有想说他的四线腔讲得非常好，然后可以一起来协助我们去。那个演员们一起来讲，可是我们后来寻寻觅觅有客语的写员的那些演员进来后，才发现全部都是讲海陆的哦。对，就包含我们的女主角杏林，然后以及我们有一个学弟关键真，他们都是海陆背景的，所以其实他们本来客家话就没有那么好，要他们去学四线基本上不可能。然后他们又是一家人。所以大家讲同一个腔调，对，所以就变成纯根老师如果要来的话，他就要去学海陆腔。哦，但是这个超级超级少见的，因为其实大部分我遇到的人基本上都是讲四线，所以这一次才会变成大部分，因为钟家的人他们是住在一起，都要讲公会六，对，然后吉娜因为他们是邻居，所以他就可以，所以吉娜可以不用讲，对，还认识，对，不然我也拒绝，气嘎公感，看不懂，还是，对，因为就像吉娜讲的，二一他也是后会六呀，是亲困难的事情，对，所以不太可能要求这。这些演员去重新，除非他们真的以后要有很长的时间去好好来练习，不然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刚刚好就请到了亚德都有刚刚好都有海陆背景的这些演员们，就这么刚好。对，然后我写起来也会比较
轻松一点，因为等于说我的语法是海陆腔的语法哦，对，然后我们也请海陆的老师来，等于说沟通上就不用再从海陆要转成四线哦，对，因为其实像吉娜看到我写的客家的台词，她其实会有一些自己的转译，因为说法是不一样的，有些某腔某腔用了，有些烟筒快溜，有的会某腔用，有一点不同，对，所以呢，其实这部戏的演员，刚刚导演是不是有说总共有八位的演员？对，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哪八位的演员。好，我们八位演员就先从这个我们在现场的邻居吉娜、表林莎，来个表林莎，对，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女主角，就是这个钟家的二姐，就是陈杏林，然后再来是他们的哥哥的儿子，因为哥哥已经过世了，哥哥的儿子叫关键真，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钟家的小弟叫做钟义雄，然后钟义雄的太太叫做彭芊芊，对，那这个淑君呢，从国外回来的淑君，也就是杏林的角色，她也带了一个女儿，然后叫做 Rachel， 那这个演员的名字叫做吴静一，对，然后我还有漏掉谁吗？阿森吧，阿森吧，对，就是啊，有了，就是关键真，没有，嘿，他是哦，阿元，对，哦，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是这个家的，就是元老人物，对他这个家的中流砥柱的中柱本人叫做钟启胜，安元良，还有博生的妈妈，对，哦，对，还有一个是你好厉害，你好厉害哦，等下再跟大家分享，因为邻居都最记八卦，对，因为邻居因为我的角色必须要记住大家，对，还有一个就是突然会出现。这样子带来一个火花爆炸性出现的妈妈，就是博森的妈妈，叫做杨志纯，对，总共八位演员，八位演员，这个八位演员啊，就会老爷哈嘎总的故事来演绎出来，同台嘎来分享。那身为这个吉娜跟表林莎，身为这个中马该喏来分享一下，中部跟事情同样跟表林莎有嘛个关联？我们很想到一三音哦，慢点慢点，一雄黑么？一雄洪浩晴。对，洪浩晴啊，班班，班班，前面有演，哎，外国是嘿，叫做总夫人的隔壁林莎，像郑郑淑郑淑丽，郑淑丽，就是 one two three 淑丽，哦，外名啊，差不多嘿。是人说的故事，哎呦，啊，我中医，我非常中医，记得故事呢，泰国。哦，有这一段故事就对了，嘿，条条喵喵在注意几条福卡的事情啊，所以就是会去八卦一下。嘿，人物的故事很暗用，不过还有其他的故事。嘛个意思，唔咩人有人的故事，敢讲还有唔咩人的故事。嘿，有唔咩人的故事。唔咩人嘅嘛，然后有做像一条乌天的故事啦，也系讲，佮有条土地啊，因为佮讲嘅故事，除脱讲人的故事之外，人物变化嘛，唔过假使讲喺乌天，也系讲土地方面嘅。问题的话，给条角色发给条，还唔会变化。故事就会在顺风看给总部的人给条给，就是他们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有暗涌的角色，琼雅有做，条做得够吗？我的角色是可以说的吗？可以，做得哈。剧透，剧透。海水，就是溪流。我有演溪流，溪流咩系一只提供总部嘅水利员嘅一只角色，古时候佮就吸水灌溉水利员。对，而且他是没有变动的角色，古时候佮就做在看到钟家人他们的那种生活上的变化，还有琼家总部底部度有一只QB 诶酒杯，酒杯的角色，就是我们在祭祖的时候前面会有三个酒杯嘛，对，我就是其中一个酒杯。给咩黑就是非人物的角色，所以看到总部人嘅你送嘅神法安用，就是以吸水的角度，或者是以这个拜拜的贡品酒杯，一个不变的角度跟一个就是他们家里的角度，有点像尊印如傲那种感觉啊，吃多黑暗用的感觉啊，我还要再补充一个尹宣芳啦，你的朋友彭芊芊是尹宣。芳，对，因为他刚刚有讲到彭芊芊，芊芊是尹宣芳来演出的，对，哇，所以我刚刚觉得听起来他是有一点魔幻的感觉，因为他有整色跟影波的角色，韩国没有董协的角色，很像那个《美女与野兽》里面的那个茶壶，那感觉对不对？你触类旁通是不是？那当然，难怪这是你。互捧，好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有趣。出在吉娜妹有周雅这个非人物这个物件的构成，因为其实还有其他的物件角色，对不对？对，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当初会想要做
这样子的尝试，是因为我们想要试试看一个比较魔幻的乡土的感觉，因为、哦、魔幻乡土，对、哦，因为原本是想说。我们也可以单纯就演在中间的故事，就觉得好可惜，因为其实我们住在我家，我看到很多的风景，他们都待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在想，像是那个溪水，真的我们家外面就是有一条溪，然后所有的那个水梨园就是沿着那个溪这样子去盖，然后它就会延伸，像那个海报上面那个水管就真的是我们家的那个水管的样子，它就会从溪水这样子集水上去灌溉那个水梨，对，所以真的，像酒杯也都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里面会酒杯跟你讲话，酒杯可能可以跟我讲，对，对，就是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看有不同的角度的，像有我们里面有角色也是水梨树。或者是梯子、oh, 所以还有其他的演员来负责担任这些奶土泥土好有趣哦，这我就会觉得很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所以亲口稿对要在舞台剧，应该说只有舞台剧可以这样子的呈现了，因为如果是戏剧或者是电影上面的呈现，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太奇幻，那个动画 3D 要花很多钱做，对，但是舞台剧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呈现，不仅亲像我了解，所以也很用班来做的哦。啊，不过因为费用基地的下亚铺副腿开始有讲到，其实你就是把你的海陆腔的客语生活、客家文化，希望能够用到底度。但是我听说，底度演演有得讲给发，好像跟语言指导教的有点不一样。但是这是刻意的。对对，因为像我自己，我在写的时候，因为我当初会想要坚持用哈嘎法来写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跟我写完华语再给老师翻译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对每个区域的人讲话都不一样，然后其实我写完以后老师也会，我们也会有一些来回的讨论，然后那个讨论比较像是老师也会说，哎，所以你们家原来是这样子讲，他还把它记录下来。哦，你说老师还就是可能遇到一个他比较少听过的信不给共翻，他就把它记下来。对，这样、一些比较官方跟民间的用法的，除就是像我们老师会讲的是凤菜，台风。可是我们家我从头到尾只有听过推凤，推凤，对我没有听过。然后一个很有趣的就是那个客家话的不要，它是有两种说法的，摸耳跟嗯喉。然后对，老师说，老师说，如果是你叫别人不要的话，那是你嗯吼安荣啊。然后如果是我自己不要的话，是爱摸耳。然后可是我家里全部都是讲摸耳，啊，都是摸耳。对，对我妈妈都会讲你摸耳安荣，你摸耳安荣，她不会讲你摸喉安荣。哦，我回家想想看。然后老师讲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家其实是这样子讲，然后老师也把它记录下来说，哦，有可能是对不同的区域，可能或者是他已经有点混着讲了，就没有分，对，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总算我会研究客家话的好上诶，好厉害啊！古时候要不去考，再给你亲上的同台家来分享呀，会流行的客家话啊，客家生活啦。古时候大家听出来了，好好注意。还有等等内容，会同台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来。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本期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有一出舞台剧《很多水梨》，我来演出咯，到廿十月三十一号到十二月二号，大家做在上面上 OpenTix 来买票，大家就做在看得到雅虎，请等一下，韩国有请客家的一部舞台剧，可能会担负大家无穷用的想法，对不卡，会有无穷用的想法啵，刚刚有请雅编剧。韩国 Energy 那类同台分享，三号了，问一下导演，来问问导演，因为我的导演虽然是有一般的汉语，有一般客家的血统，但是对于谈客家听客语其实没有这么熟悉，而且更何况海陆腔，就像我们一般像苗栗都讲四线，那你要再听一个比较不熟悉的海陆腔，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困难？
就其实还蛮有趣的是，我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都是先用华语，因为至少这样我才听得懂，才可以跟大家工作。对。但是因为进到后期的时候，大家也需要去练习客语，而且也很有趣的是，对我而言，就是我们会排完一次华语之后，就会让演员用客语再走一次一样的段落。哦。然后其实客语能够讲出来的那个味道，其实是华语讲不出来的。真的。对，就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有时候当这个话你用华语说的时候，会觉得很尖锐，可是当他今天是用客语说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哇，你可以懂他那个背后他有一些那些小小的伤心或者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对，那对我来说很挑战的就是当开始进入客语的排练之后，常常就是会发生我拿着剧本，然后演员这样演完，然后他们就看着我，然后我也看着他们，大眼瞪小眼，我就这样怎么了吗？然后他们就说我已经演完了，因为那个客语已经讲到你说是导演我们演完了。对，他大概是接下来我要面对最大的挑战。哦，这真的蛮挑战的耶。对，所以这是蛮刺激的，但也希望这一次排练完之后，我可以多多少少再多听得懂一点。哦，每次都听超佛，因为排了非常非常多遍嘛，所以除了导演后哈嘎发清醒酷音哦，当然所有的演员，刚刚那个粉友没有讲到，也都可能没真影哈发暗后，所以大家可能也是非常努力学。有没有哪一位演员的客语让你们觉得非常就是惊艳的？哦，我们有一个是让我们非常惊喜的。对，就是因为当初在找演员的时候，因为这真的是很大量的客家话，所以我们一定是先找他会的。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演员就是扮演钟启胜的安元良，那他曾经就是在演那个光的孩子，然后还有入围金钟奖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想说他一定会说客家话吧，因为都演哈嘎给呀，天时天养哎，然后还得到这个入围这个金钟奖。对，然后因为安元良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所以那时候我们去问了他之后，他也有意愿，时间也可以，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安元就跟我说了一个他的小秘密，就是他其实完全不会说客家话。什么？对，所以吉娜跟粉蓉，你们对客语比较熟悉，你们觉得他学客语是很像的？一腔哦，非常厉害，根本就是客家人啊，真的，他连个翻译都会客家腔哎，客家国语的腔哎，客家国语啊，客家国语，差不多样样。一般的同期对起的时间啊，就问讲请教一下，你是客家人吗？他讲唔是。我说你客家法语也说得太好了，就是阿森巴上升就对了，给特别好哎。他特别学的，真的给同安讲，他连各种腔调给都听好，轻音只那一笔演演。哇，所以相信这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哦，连哈嘎发都按音整了吼。给吉娜喏，因为吉娜上班你做给田工的时间还没有去，你知道呀，应该是就是算是你做过的事情了，对你来讲应该没按困难吼。哦莫，田工的时间因为是算是有一些临危受命吧。哦。不说唔是从头开始排戏嘛，应该是用我自己舞台的经验来去参与。俩喺 T 一百真实的从头来排戏，就是从一个舞台剧从零到那是都一神奇。你知道我按用做舞台剧，同你本身去家个滴舞台当过个表演，因为你看你去到小巨蛋，去到北流，按他一个就是大场面都看过诶。跟你知道像这样子的舞台剧，请困难给手台都哪一片？请困难的手台当然表演个经验发，你上舞台发哦。唱歌的人大部分都是西位嘛，就会抬起家来批汗。对，不过你双副腿、左副腿起来发，你就是跟所有的演员之间会有 make 嘛，就是要有默契。make 皮用黑一扎充电，还有那会扎充电，充电当然就会配台词啊。哦，因为爱黑夫子个吸烟的部分嘛，台词有点会就会讲行业的部分。我用蛮同意转化中爱起家个语言。哦，我自己喺讲法，我而家聊呢事咧，有咩一扎青苔嘅困难嘅素材？配台词咯，因为像演主持官的啊，就是会知道，人就讲诶，凶讲诶，讲想讲的就差不多就会不太想背台词。所以这真的背舞台剧台词要一字不落的背吗？啊，冇办法。看导演听得懂，不不，这个是要看编剧。我是觉得大家就是自在的说，因为底下一铺神发强嘛，故说我知道用一个语感的铺分，一个神发的种感觉来讲，还有两个色可能会用白去加 Q 去，会讲用讲出用白的词。哦，我知道黑暗用个一只方式，我自己来配台词给发。
用两种方式来进行。但是对我来讲还简单一些嘞。嗯，啊，不过火腿是还是亲人给一部分。酸黑啦，酸黑啦。你背得动好呢？哈？上班应该都是整排。哦，整排。哦，来帮太姐偏的哦。怎么了？给群主的帮动哦，太姐讲，各位我们明天要丢本哦，那是清清楚楚火腿。赶快背背背。结果第一排整排的时间，没有人丢本。我就说，哎，田木英不是要丢本吗？他就说你丢本了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舞台剧话术，不是没有话术。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丢本啊，但是就是吉娜有最的认真，就是通常那个就是最新手的都会最认真这样子。不过每次都喊一天清省些事情就会讲。替摆整排结束结束以后，太吉家就为了叫他开飞，哦，跟导演就问讲，哎，大家看完这次的整排之后有什么想法吗？哦，啊，太吉家就会提出你的想法，就是他们要把角色的深度化的话，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合理的部分，然后大家就会讨论出来。经过第一次整排以后，聊天问题就会出来了嘛。哦啊 ，Andy 就会提出 Andy 兄公，哎，怎么样？好像哪里有一点点不合理的地方，我觉得有一点像共创的感觉。然后可能导演或编剧他们觉得，哎，好像真的有一点了。那我们可不可以改成怎么样子的感觉？这样子，剧本已经改到第八版了。对，第八版确定了吗？编剧应该是了，快要了，快要了，快要了。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哦，不行，我们要确定到没墨水。对，印了好多张纸哦。我觉得听起来就像假的。今天只能做给卡，他只要支持一下。对，其实这样沟通的过程，哎，吃到黑工太假，做得发脾气假，厉害的素材，就会本亚铺戏卡，要个作品会有某群用给火花，就大家都加一点点的感觉。清好清好，故说希望大家好来好好来关注一下哦。记得有三月三十以后都十二月初二呀，连三个三月的安步头七点半，还有礼拜六下午头的两点半，中空有西虫，中空西虫可以演出。大家会上 Open Tix 去买票，然后演出的素材就是在台北市客家主题公演那个戏剧中心，对不对？在台北，希望大家有闲可以记得去买票看戏剧哦。好。介绍好了，给富希卡拉 OK， 那但现在他们很紧张。富希卡拉 OK 是一个单演吗？是一个单演，但吉娜还没来上过，这是新的，清醒的。好，如果说欧尼亚的周剧本里面的任何一个物件角色，你们会选什么？我先问导演。什么？我要选我最喜欢的吗？物件角色，物件角色，最想演的物件角色。酒杯。为什么？因为酒杯就是大家在那边这样子闲聊，我就感觉蛮有趣，大家好姐妹一起这样子。可以闲聊。酒杯这个角色是闲聊的，好期待。那弘扬呢？泰儿。梯子，为什么？因为梯子在里面，它其实是一个生锈的，然后整个人有点悲观，整个梯很悲观的一个角色。然后我觉得跟我自己很爱装可怜有关系。我喜欢在舞台上装可怜，对，因为讨拍，然后人家就来拍拍我，在电话圈圈这样，平常装可怜，想要真的可怜一下，对，然后真的被安慰，可以做这件事情，懂得一下，所以头也没黑一个物件的角色。那吉娜嘞，那就是海水啊，海水就是你原本演的这个角色，你就很喜欢。就做起家就好，海水故事差不多呀。溪水就是很像你的角色，很霸气，照着大家，就是舞台上的女神，女神，你看台词就是女神，演员就够，就是演女神就好，那不就是我本身？太棒了，我们的吉娜女神原样登场，都要舞台跳蛋糕。好，那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弘扬用海陆腔。教大家讲唱台语来看水利，海陆腔。唱台语来看水利。好，我们大家一起学。唱台语来看水利。听众会记得咯，深夜三岁以后都声音的处女，从 Open Tix 来买水利改票哦，水利好，歌手票儿票儿好，歌手给我们印非常神猛，偷言谢谢导演，谢谢编剧，谢谢弘扬，谢谢吉娜，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大家听众来关注水利哦，神猛他也给舒快休息一下，空下来做运动哦。
大家知道要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复习落来嘅面数侵占，韩国啊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未记得我来侵占听嘅韩国亚样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